最近有粉丝艾特我看这个视频，这老话叫做覆水难收，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来，但殊不知现实中液体回流的现象确实是可以出现的，这就是神奇的马拉高尼效应。网友们也因此延伸出了一种说法，那就是千万不要对着开水尿尿，否则就可能出现开水逆流而上烫伤鸡鸡的现象。所以为什么要往开水里尿尿呢？刚才他说的那个什么效应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回流现象，就是一旦你往开水里尿尿，它可能会烫到你的水龙头。那么对于这种视频呢，我一般都是不相信的，但是架不住我好奇心强啊，咱们先把水烧开啊。那好了，水现在已经开了，我要开始了啊。想什么呢你们，那能直接就尿吗？那么为了让这瓶水更加接近尿液啊，我们先往里面放点盐，这样它的味道才会更香。我怎么知道，再给它加点颜色。我的妈，哎，就是这个味儿啊。然后我再把这瓶水的温度调到跟我现在的体温一样啊，正好40度啊。好了，水又重新沸腾起来了，我就用我的手来测量，如果它能产生那个回流效应，那我的手是能感觉到的啊。走，哎，没有反应啊，我们再低一点，还是没啥反应啊。哇，我这一瓶都尿完了，它也没有什么反应啊。那么经过我的实测得出一个结论啊，他这个说法是假的，所以呢大家放心的尿啊，但是不能瞎尿，万一实验失败呢，你怎么和你媳妇交代？